主料高等250克糖20克鸡蛋1个牛奶100毫升酵母3克黄油20克辅料巧克力酱2大勺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主材料中除黄油巧克力酱之外的东东混合揉至光滑后加入黄油揉至扩展阶段再加入巧克力酱均匀即可进行基础发酵发至两倍大分割成平均大小滚圆松弛15分钟改成想要的造型中间抹巧克力酱捏好收口最后发酵至两倍大预热烤箱180度18分钟左右成品来了烹饪技巧牛奶不要一次加入要看面团的湿度自行调整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